我可以把它立在那个。我都哦，可以。我嘛是，我都会，会记得有啥，嘛无，我嘛无落掉了，无听他讲有啥物特殊的，啊，伊就问这状况，我就讲应该接触，我啊问你一下，为什么要这样吃呢？因为口红会掉。当女人真麻烦，还要担心口红会不会掉，还要担心男人会不会跑掉，就像医生一样，你都担心他会不会跟娜娜跑掉。我现在在吃我的丁岛。中文丁岛中文是什么？是午餐对不对？马来西亚人都不知道台湾的文化。我发现我别这个新的蝴蝶结，我终于想起来像谁了。像谁？如果是别两边的话，你有没有看过布袋戏？灰熊路。听到我下面一句，有钱的他一笔，看来看去还是有这些人较介意。你为什么不会觉得像 AKB 四十八呢？我比较像哦，是吗？鬼比蒙蒙蒙杀骨多。你是那个红书星咻咻咻，态度火，金车我细细无嫌，温，索性一面红多罗啊，就真的好像哦。白痴啊、喔！好哦，对，因为呢，之前我们有在那个Facebook po一张图片，说是真纳 Twins， 我们组成了一个新团体，毁灭二人组真纳 Twins。那么呢，我们有开放给20位观众可以问我们问题，我们可以回答。那开放的标准是什么呢？就是你看得到我们的就可以问，哈哈哈哈，意思说开放阴阳眼的朋友可以来询问我们问题。好，那么我们的。粉丝名字已经出来了，我们的小编选了20位。滑下去了。总之呢，我现在要来回答问题了。这个人找到了，但是他有把你下载到桌面哦。真的吗？真的。怎么这么想不开，把我下载到桌面呢、啊？然后这个是什么 ？Mirasti Chen 是吗？Mirasti Chen， 他想问你说，你们做感应的或任务的时候，真的是一个人还是有摄影师陪同？有些时候很少数会有摄影师陪同，非常少数。手指头数得出来，手指头数得出来跟良心有直接关系，就是有很直接的关系。那么都有人陪同啊？是吗？制作人这么有良心？是吗？然后有会开放观众朋友一起。我们目前只开放阴间的朋友跟我们一起体验。对，想看康哥录外景节目，想应该不太可能。哦，那你可以看旅行应援团，那就是外景节目哦，只是阳间的外景节目，不是阴间的。好，另外一个 Jimmy Chan， Jimmy Chan 要问什么？想问一真去过那么多鬼屋，会不会影响到自身的磁场与运势？这个会变好吧？我觉得最近工作量好像。有越来越多的状况，那有可能就是因为经纪人很会接，但是有可能是好兄弟在经纪人旁边，所以让经纪人很会接，所以其实应该不会影响到我，应该是影响到经纪人。OK 的。对，然后我觉得其实，我觉得好兄弟呢，他们也是人变的，所以其实他们都跟我们一样，有人说人性本善，所以代表呢，他们其实也是善良的。好，无愚昧。一点都不愚昧的无愚昧。康哥是否会一同探险？不会。不会，康哥不会一同探险。小娜老师不会。小娜老师不会。感应是否现场有什么灵动？可以多一点拍立得感应照片的任务吗？可以多一点，好，我最喜欢拍立得的任务。真的吗？上礼拜那个你喜欢哦？因为我觉得就是拍立得，其实也不是喜欢，就是我觉得拍立得都会拍到一些不可思议的东西。可是你一直哀哀叫啊，然后很快就跑回来，我就不知道该怎么办。就是可以比较快结束的关卡，就是拍不可思议，有十一本书，成语叫不可思议。OK， 好，我帮他吃，请留下杨佩辰，佩辰，好，杨佩辰，怎么跟我前女友名字一样？真的？不回答，
不行，马上就透露你前女友的名字叫叫珍珍。不要，我请问去过哪那么多鬼屋，哪一间最恐怖？目前好，一包麦当劳薯条，一盒麦当劳薯条，你吃过这么多根，你觉得这一盒里面哪一根最好吃？答案是都一样，都一样好吃。这不是自助型提高，代表说每个鬼屋都很恐怖。那当然呢，印象很深刻的就是那个杏林医院，对，杏林医院那很恐怖，因为它就是在里面当中有人好像卡因卡萨还是什么样，有鬼附在人身上，鬼附在人身上，对，所以对你的生命有威胁，对我们生命有威胁，但同时我们对他的生命也有威胁，因为他要是再继续骚扰我们这么久，我真的会很生气。你会揍他？我不会揍他，他差一点要揍他了。哪有？是我站在前面，好不好？对啊，我先把老师推过去。对，那如果对方告的话，就先告老师，我已经告。张宛如没回，没关系，你就念他的名字。张宛如，宛如是有一好。Jin，请问一真有没有想去还没有去过的恐怖地方或传说鬼屋？哦，有，我想去德国的古堡啊，然后去美国的很厉害的那种很厉害的恐怖小镇啊，我好想出国去走走。不行啊，就可以跳过这一题，谢谢。可以，就是我们就是可以飞到世界各地，日本也可以啊，让鬼屋走进世界，让我们走让台湾走向世界，让鬼屋走进台湾，希望可以让我们更多的资金赞助，让我们去国外，谢谢。去鬼屋的时候有没有遇到有鬼叫自己的名字，或是听到清楚说话的声音？不好意思，在鬼屋制作人跟鬼是画上等号。什么？因为他还拼命叫我们的名字，哎，去执行任务，哎，去执行任务，哎，去那边。没有，我都叫你们珍珍跟医生啊，我又不会叫你们本名。哎，我本名就是珍珍啊，我又不会在鬼屋叫你谢君。我是珍啊，你叫啊，你叫啊。有人讲摄影棚鬼就多，你叫我名。李新颖。李佳宏。什么？李新颖，李新颖，李佳宏是我经纪人。请问一真下一期可不可以兑换，变成一真伊森是女的，真真是男的？我想，但是我不想戴安全帽，因为安全帽真的是把我们的视线百分之四分之一都不对，百分之好算不出来算了，总之就是你有很多的地方都被遮住，4/13都被遮住了，所以伊森是很辛苦的。伊森很辛苦，那其实都是这样子。小老师好，所以我也希望可以男女对调看看，就像我在鬼相声是用男生，我也希望可以在那个好饱，我也希望可以在鬼屋试试看用男生的身份。詹淑君，淑君秀坤哦，秀坤没有回啊，可是他有帮你下载过他的桌面。谢谢秀坤，谢谢秀坤。淑仪，淑仪啊。所以想问什么？一针，在桌上。有没有试过出外景玩回家，突然觉得家里怪怪的，害怕吗？每次出外景叫对方名字，不会回家路上听到有人叫你的名字吗？最后，题目大家会不会问太多了？最后希望你们外景可以拍到更多灵异现象，可是要注意自己的安危。啊，你希望我们拍到更多灵异现象，又要注意我们的安危。哎，很矛盾。医生不要一直欺负珍珍。我妈说医生很坏。医生真的很坏。医生真的没有。他真的很坏。没有，他真的没有了。他都是绝目效果。对。而且其实呢，我跟医生是在私底下是非常好的朋友，我们有非常多的群组。嗯。然后马来西亚鬼屋，我真的很想要去马来西亚看看，回我的故乡，回我的老家。马来西亚鬼很凶哎、欸。超凶的。对啊。我有去拍过。对不对？的你有去过马来西亚就知道，马来西亚鬼很凶哎、欸，那椅子可以拿起来摔你。石油、饕餮、混沌是中国三大古兽。那、椅子会飞，拿起来摔、很恐怖哎、欸。马来西亚会放火烧。哎，我们还围着还没回来啊，对不对？差不多了。家里怪怪的，就是我跟你说。当你以后啊觉得单身、孤单寂寞的时候，你就去鬼屋走走，那这样子回家你就不孤单了，因为你就觉得厨房好像有人，枕头旁边好像有人，厕所好像有人，你就不孤单了。解决孤单的方法就是去鬼屋走走。好，这个北极熊，它好像是马来西亚还是哪里？北极熊你好，北极熊好像是外国的。北极熊的眼泪，记忆犹新，最恐怖的，最恐怖的就是摄影棚。请出任务要小心，记得要去多去庙里拜拜。哦，对对，这个大家都记住，要去庙里拜拜。真的。对，但是我是哈利路亚，所以我都去教会走。而且还有人说，他以前是帮那个毕书尽、陈燕宇、李玉玺，换成你老鹰三少，就换成你跟娜娜。
天哪、啊！是不是你抢赢小鲜肉了、啊？那你把陈思安放哪？为什么只有三兆呢？那陈思安呢？来，谢谢你们。所以我们的等级是等于是女生版的老鹰三少，我李玉玺啊、毕书尽跟那个陈燕宇，好酷 哦。所以经纪人知道未来要怎么做的方向吗？我是要朝那种偶像少女的迈路是迈进。好，谢谢经纪人。我桌面太乱了，遮到你们，不会啦。叫什么名字？我这个人也很乱。金温姐，好难念。J I N G 空格 W 来淡江大学高学历 Z E N G 什么？简真吧，真吧，真啊，应该是真。跟真子一样姓真。姓秦吗？秦文真吗？文静，文静吧，静文。文哦，真静文哦。真静文吗？应该是真静文。真静文没有留言。没关系。换桌布好了。这个。哎、欸，你们会不会就是今天换，明天就撤下来，或者现在换，等等就撤？会不会？我顺便问一下大家晚上有没有看《鬼相声》？今天你跟那个、哦啊、今天是我跟大哥。好的，今天晚上《鬼相声》。是我跟盛竹如，好的，究竟，好的啊，啾咪，赖小维，赖小维，你小维啊，你真的有碰到鬼吗？真真，你真的有碰到鬼吗？照镜子的时候会啊。什么啊？郭老师点什么头啊？没有，我在跟那个施以柔说，我不敢相信我做了，我也不敢相信你做了。大哥点头。嗨，翁立友大哥好，翁立友大哥好，见面见面。赖清奇吗？赖清奇吗？这个字是念清吗？翁立友大哥好，是念静，是真真在一个清。哎，谢谢翁立友大哥，第一次用女生装扮翁立友大哥进来。哎，上次有一次。春酒的时候好像尾牙是吧？有啊，我们在那个台南啊。对对对对对对对。黑工朋友啊，清新泡红茶。哎，对对对对对对。所以清新那时候遇到翁大哥。对对，我是用真的。跟沈玉玲啊。哎，对，跟玉玲哥。我们在直播。对，玉玲。啊，很随性吧？超随性。真的啊，我们在直播啊。卖波带波机，欧贝。不要紧啊，请大家多多支持。我们新专辑。我除了新专辑以外，我今年九月二号。要在台北小巨蛋举办我出道二十年的第一场台北小巨蛋个人演唱会。哇、哦！大家记得要去收看，要去看，买票来看哦。那哪里可以买得到票呢？大家记得帮阿公阿嬷、爸爸妈妈买票啊！啊记得记得，因为他们不太喜欢去那个。那个便利超商按那个大送之类的，对，他们如果真的可以的话，也可以打到我唱片公司的电话，直接哦，人家就会帮你们。好耶，好耶。那你们如果喜欢那个听台语歌啊，有孝顺的心的话，那一天也可以请带爸爸妈妈。可以邀请真真，可以邀请真真去当来宾吗？我可以当女主角，以后年龄女主角，我可以给你免费赞助。那会影响票房。我怕影响票房。难怪他会红，你知道吗？因为前面刚刚这个经纪人讲的，我不是经纪人，我是外景的制作人。哦，外景制作，刚刚制作人讲的，我其实。都没有什么在听，但是听到一个真真说免费的，我突然间可以，我会跟我的团队好好的来开会，对，共聚那个，今天经纪人那家，经纪人那家，干嘛？经纪人那家，经纪人等到卡先，这这部的雷通告，你卡先经纪人，那就是干东北人，干东北啊，干东北啊，医生等你哦，好不好？我今天穿这样子，人家以为我是你的老板，经纪公司老板，还是以为是我老公。那你要去亲他一下吗？哎呦，老公，哎呦，哎，妈，汪汪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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安尼得啦。我觉得你还是演少年拍，少年拍，对啊，还是少年拍啊。没有没有，苍蝇拍，不好意思。还是啪啪啪啪，电蚊拍。我跟你讲啊，时势造英雄，这一句话用在对不对？吴尊的身上是吗？对不对？是造英雄吗？就是这一次。因为你看哦，现在虽然演艺界啊，整个都是啊，电视台各方面节目，我们真的是越来越辛苦。但是你看这个时事，就造这个英雄。你看现在他是鬼，他是鬼熊啊，不是英雄。造鬼造哥，现在还有300多个人，原来你看得到我。不是造鬼熊，他是女鬼真真。你真的适合哈，猛一看。真的，因为好看吗？真的，我仔细一看，不如猛一看。哎呦喂呀！有中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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这个梗有梗，有中有中。哎哎，
真的有的人真的是保持距离啊，而且距离会产生美感哦。真的，你看哦，它越远越开越漂亮，哇，好看啊！太远了，太远了！哇靠！哇！哇塞！你站到那个马路外面去了、啊哦，我们就会觉得你很漂亮。我是讲来录屏那里，然后顺便淋一下雨再进来。来录康哥的这一、個、我做来宾，我听前面好多鬼故事，惊到要死，都不如看到他。康哥，康哥每次都说制作单很过分，说派我们去吓鬼。啊、哦，你是吓人吧？因为我们去鬼屋，我们去鬼屋。我跟你讲。欢喜佛就他了，把这个欢乐带给所有的观众，这是莫大的功德，所以大家要支持我们的吴尊。我是欢喜佛，谢谢，对不对？赞啦赞啦！哎、啊啊欸，但是我要找那个两位老师帮我收个金，是这样的。哎，握大老师的手是温暖的，对，代表收金了。嗯，哦、那握我的手，来买买。哦，哦，我自己的手、哦、好冰哦。嗯，他们两个的手好温暖哦。真的吗？真的，你握握看。真的、哦。看他们要不要跟你握。老师，我可以跟他握手，然后握握手。你握握。哎呦，好温暖哦。哎、欸，老师是暖男哎。老师是暖男啊。摸摸温暖，老师、哦、好温暖哦。嗯，真的。温暖，哦，好冰哦。因为刚刚摄影棚真的很冰，真的很冰。哎、欸，身体不错，对，身体不错，很热，很暖。对啊，所以记得大家要支持翁立友大哥的演唱会，9月2号哦，9月2号，9月2号，便利商店都可以买得到票，要提前去买啊，要提前去买，要提很多钱去买，要当然啊，要提前去买，尤其第一个动作，先去 ATM 提钱，对，然后再提前去买，对。没错、哦，希望因为出道20年，而且第一场我也全台湾就办这一场。好的 ，OK， 没问题。谢谢，好，感谢多多支持欧弟大哥，谢谢，拜拜，拜拜，拜拜，欧弟大哥，拜拜。我们要进棚了，你赶快回完。好，我们要回完喽。嗯，好。哦，回到哪里？这个詹伟如，张伟忠，詹伟如，哦，詹伟如哦。对小露露，小四露露有什么看法？对小四露露吗？嗯，我基本上对于小三就很有看法，你认为呢？还问小四有什么看法？你不想看他？你比较喜欢伊森还是唯一？哦，我比较喜欢唯一。没有，我比较喜欢伊森。哎、欸，我比较喜欢伊森。还是有其他的男明星的朋友唯一。你有还是有其他男明星是你的口袋人选吗？你说像翁立友大哥吗？就外景的人选吗？哎、欸，不知道目前有哪个圈内人是有冥婚的这种概念，会喜欢跟我搭在一起。然、嗯、后这个我问你。Mika 妹妹 ，Mika 妹妹没有回，没有就 Mika 妹妹没有回，谢谢 Mika 妹妹，好，马上，好，好，你可以帮我把麦克风拿出来，我直接在这边别，其实就是袁美琪，袁美琪问的问题前面已经回答过了，美琪啊，美琪说了，出完，不寻常的事情，对，就是小慧，不知道不寻常的事情，小慧通告费啊，不是啊，不是，小慧没有回，小慧。破晓的晓，智慧的慧。嗯，魏魏。魏魏，也没有回哦。魏魏不是杂粮面，设定好了。陈威如。陈威如，谢谢陈威如，谢谢陈威如。然后呢，我们现在要继续往下走喽。嗯。还有谁呢？哎、欸，这个问过 了，因为佩岑的名字我非常的记忆犹新、哦。好，我懂。开箱文。哦，好香哦！打开麦香鱼来闻，简称开箱闻。小慧，味味哦，我还没吃午餐，这是我今天的午餐。好饿。好了，没有了。来来来，后来没有了，没有了，都是其他都不是了。我也选了20个，因为后面都是太晚的了，我们只有选前面的20个。所以之后要记得锁定来自星星的是 top 的粉丝专业，因为我们本专业常会 po 一些。有的没有的，微博的，就看制作人心情，看制作人心情，看制作人心情，对，就这样子。然后这个花也是制作人送我的，非常女的花，让我变得非常花，好像春丽哦。一直你好了吗？那你只来得及跟大家说再见了。一整现在从远处走过来。没有，只录后面一半而已。啊？一整有什么话要跟大家说吗？就是呢，大家都说你抛弃我，又娶了小三又小四的。不是因为你太忙，所以你抛弃了。是你先抛弃他、啊。是吗？你抛弃了全世界。哪有？你公干了全世界啊？我没有吧？
我只是。你只是怎样？而且你下礼拜不是又要请假吗？哎呦，对，没有啊，你下礼拜又要请假？有，哦、你下礼拜又要请假？抓。哦，因为下礼拜我在高雄也搞笑什么事情。好。哎呀，就是因为你下礼拜要请假，害我出外景时间很难瞧。是，好，去进去了，快了 ，Q 康哥喽。啊 ，Q 康哥。好，跟大家拜拜啦。大家再见，手机帮我拿。大家再见，喜欢我的借到来自新业市粉专按赞。哎，你们都按赞，所以才看的直播。我要去录影了，再见。